最美的白马天鹅，因为卑南族其实是个爱花的民族，他们常常会编花，然后让自己的花园很美丽。这首歌就是形容这样，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好。要讲到巴尔山炮战，对啊，我们的那个部落 的子弟都到前线去作战了。那陆森堡先生他就希望就是用家乡的这种的一个家乡那种很漂亮的情景，然后就做这样的一首歌来慰问他们。